要讲，所以他翻墙。不想忘掉这曾经的美，你安慰我的我全都知道。多少？第一名。亮出来！哎，100，慢慢来，100，很公道哦，好不好？来，100，开始！哇，踊跃啊！时间，300，500，500了，800，1000，太酷了，很踊跃，1500。哇塞！哇，1700，人气王哎！2000，天哪！2200，来他先，快点快点！2500，2500，哇哦！2700，哇！3000，3000，3300，3300，这位势在必得哦！3300，太酷了太酷了！不要客气。贴身衣物，这一集很精彩。3500，3500，3700，我的妈！三千来了，等一下，4000，大家已经叫开了，大家叫开了，4000，哇，4500，4500了。4800了，还有5000了，喊价犹如打赌的粉丝们究竟会疯狂竞标到什么程度？破天荒的惊人价码，千万不。人气超好的米奇引起粉丝们疯狂出价，激烈程度连米奇自己都傻眼呢。到底会出现什么惊人数字？赶快来看看啦！哇，4500，4500了。4800了，还有5000了，忘了，太酷了，5000，还有哦，5500，5500了，太酷了，米奇大家都爱，5700了啦，5700，你干嘛不好意思啊？哇，米奇，何能何能啊，真是不好，5700，他整个用时间在等他了。6000，太酷了，太酷了，没有搞错啊！6000一次，我还有东西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哇，加码加码！这是算，就是因为我是跟阿叔一起表演的嘛，所以我就假装跟他借衣服，其实我要一起把它卖掉。你混球你！我不知道哎，好低级哦。然后就是跟你的姐妹淘一起，就是穿在身上一起看我们 rap 那一集，对，一套的哟，哇，姐妹淘耶，6200，我天啊，6300，2000，2500。6500，哇塞！7000一次，7000两次，2000，7000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积极的想要这一件？因为我还蛮欣赏米奇的，对吧？欣赏吗？我不知道，第一印象就连我手机第一开始打出来就是这张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好感人，在一起求婚，而且拿出的手机是这一种，有钱人，有钱人，看一下。
一直留言给我，然后我会去看他网志，他网志都会，因为大家不是会做什么心理测验什么吗？然后你是不是大家会说什么喜欢的人，他就直接写黄米奇，然后什么的，就然后最想让谁出去，他写我是那人，对吧？我是为了你才去办无名的，要不然我根本就不碰无名。难得的机会，你在无名上一直是用文字留言吗？对啊，而他都不理我。我哪有啊？我要回一次啊！我先帮你合照一下，好吗？合照。我跟你衣服，这个吗？跟衣服一起照，跟衣服。好。我的妈呀！近一点啊！你们一起搭着这个肩好了，搭着这个，你来来来。真的有爱心，真的。除了你喜欢他之外呢，这些呢，我们要特别强调，我们不是要去把那个粉丝的钱啊，好好的这样子，一直叫你们加码的，因为都是会用到对的地方 ，StarCare 会帮助你用到第一线，救灾的第一线长。有没有什么话还想要对米奇讲？趁这个机会好好。嗯。刚刚那个人求婚了，好好告白一下。求婚太夸张了，你好好讲。就真的没想到会有一天能亲眼看到你这样子。说实在，我有几次做梦真的梦到你。梦中人见，内容是什么？好直接哦。你过去一点点。内容是什么？你梦到他？就内容就是认识到他就很开心这样子。然后就突然就起来了。你好像真的很喜欢他哦，眼红了，真的啊，超红的，眼红了。你听到有没有回应一下人家？啊，想不到啊，想不到。好像很了解你这样子。对啊，好热啊。好，总共是成交是7000元。谢谢，哇，很开心是不是？对呀。哦，目前最高，你有没有想傻眼？超傻眼的。你如果拿出来卖的话，恐怕也是这个。现在100啦。你一定是这个加码起跳的。现在所得多少？19700元。掌声先鼓励一下。会用在第一线。第一线会救助在这急难的一些家庭啊，或者一些需要的地方，教育各方面。接下来，粉丝们的爱心令人感动啊！明天有更多惊人拍卖品，千万不要。